好，我是 Bill， 然后这是我的母校台中市的新民高中制服。然后我觉得我们学校制服最大的特色就是袖口是荷叶边的，然后就是还有格子的针织毛衣。我现在读的是文化大学的广告系，然后兴趣是看恐怖片，然后还有当宅，就是看一些动漫。然后这是我的 Instagram， 拜拜。